人山人海啊，怎么办？我们正西面啊，可以看到澎湖，大概七十海里就澎湖本岛。它那个正南面九十海里到八五道，北面可以看到彰滨工业区。自我的，我们这边晚上的时候去长都会看到，像这样听，哎，怎么在叫？晚上就去那边去了。那边是什么花的？那个这边是那个大花，他们也不是一样啊，那个两个小花，这个。可是如果我们的果子，可是你经过那个树枝，它会飞走。可是你没有卷，会不会撞到这里？会，它也是飞，飞一飞就飞了。日山观景台。大概跟你去几栋外在那边走，而且走他突然就走了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走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